地地铺去了嘛，本身都把你房子收租费的，房子租都好收租费，十几万什么平都在这里，真的贵不贵？真的，我真的没事。大一点，给它这个黄辣椒多放一点啊。那到时候尝完之后，什么那个味道啊，有什么意见随时跟我们提啊。来，谢谢呢。